另外再带您看到，就是日前呢，新庄区公所呢在公所一楼大厅举办了名师挥毫赠春联的活动。那么当天到场的民众呢，除能够挑选自己喜欢的新年贺词之外呢，连这个字体也能够挑选。那么当天果然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排队人潮。迎接春节，新庄区公所特别在公所一楼大厅邀请七位书法名家现场挥毫，为民众亲自写春联。哦，这这么好的一个中国习俗传统，聘请了所有的国内国外的名书法家来现场挥毫，那我们不止在公所挥毫，在我们的其他活动中心都有一样来做挥毫的活动，更难得我们聘请的除了书法家，各位都看到是名书法家，每个老师所写的任何一个春联，不只是含着非常有意义的内容，提到的是新的一年好的大吉利，好的开始。每个书法名家所写的字体不尽相同，有楷书、隶书等等的字体，民众喜欢什么字体就可以到该书法名家前排队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新年贺词，请名家书写。啊，名师写的字又漂亮，贴上去了，邻居左右都在问说：“这门帘怎么这么漂亮啊？”所以我们每年都来排队啊。名家亲笔所写的春联，就是跟买现成春联不一样，更符合民众心意。也因为如此，才能吸引满满人潮前来排队索取春联，讨个好彩头。以上新闻，记者新庄采访报道。